同学倾诉，倾诉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32页，第四行啊，课题根是何得土啊，和前面的比喻。这些王子离开七宝监狱，恢复自由了。我们看经文：若此众生，摄其罪本，甚至悔责，求离彼处。往昔世中，过涉净矣，然后乃出。即得往矣无量寿所，听闻见法，久久也当开解欢喜，也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。到这里是一段念老注得很详细，注的文字也很丰富啊。我们看出去，摄其罪本，到然后乃出，这是上半段。那会龙王欢喜，然后乃出，和前面所说的龙王欢喜了方得解脱。这里面为我们说了两桩事情，忏悔啊，摄其罪本。罪本是什么？前面说过，对佛菩萨经典有怀疑，
是最本。前面指出，特别是怀疑佛的智慧。第二，是怀疑自己，烦恼、业障太重了。怎么可能见佛闻法？这是最本的。学佛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每天晚课都要念忏悔文，忏悔文只是形式，为什么？没有真正忏悔，没有把经上所说的真正当作一回事情来办，所以忏悔文天天念，罪业没有能化解，不但没能化解，烦恼习气还不断在增长，这是大问题。啊，同学们，有真用功的，可是不长久。暂时勇猛先发现，认真去修行，诵经、拜忏、念佛啊，或者是静坐，方式很多，但是不能够耐久。有人两三个月退转了，有人十几天几天就退转了，不能持久。所以他不成就，久而久之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习气。这个地方讲的最本根本原因不知道啊，几个人能对于佛的经教有一种尊敬，稀有难逢，所以好老师固然重要，好同学更重要。好同学能帮助你精进不退也，彼此互相鼓励，啊，其中有少数人业障消除了，
得力了。古时候多，现在少了。现在少什么原因？这个罪本里头啊，还有罪本。是什么？烦恼习气，不但断不了，年年增长。不但不能化解，贪嗔痴慢疑随着岁月不断上升，这个问题严重了。怕的是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耽误了，就怕念人天善果也耽误了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所以古大德劝初学的人从哪里下手？持戒修定。才能开智慧，戒有根本戒，根本戒无戒是善，无戒是佛对弟子的要求，无论出家在家，一定要非常认真去修学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这里面前面四种如果要犯了，这就有罪。唯独最后一条饮酒，饮酒本身没有罪过，酒醉乱性会造出杀盗淫妄，所以酒摄取这一戒前面四个本身就是罪业，叫性罪。酒叫遮罪，这是什么？防止防止不至于因饮酒的过失而犯了杀盗淫妄，是这个意思。性罪有四条，这些罪只有一条，不能不认真修学，是善。是佛劝导社会大众的，实相比无戒讲得更清楚，特别是口业，
啊，八妄语。展开成为四戒四条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两舌挑拨是非，绮语花言巧语，误口说话难听，口最容易犯过失的。从五戒里头开出四戒，四个十善里头的四善。啊，其他的身杀盗淫意贪嗔痴合起来十条，起心动念与十善相应，是佛弟子。与十善无戒十善不能够守好，依旧常常在毁犯，这不是佛弟子。所谓是有戒无行，功夫不得力，所造的依旧是轮回业。轮回里面三善道的业都没有，那么无戒是恶，十善翻过来就是恶，是恶。三途的果报啊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他的罪本就是无逆是我，佛无论在大乘小乘啊，无论是在讲方等是在讲般若，时时刻刻重复，一部经上重复很多遍的，佛陀在世那个时代人心还纯，善人多，佛不厌其烦，时刻的提醒大家，现在的社会把圣贤教诲都放弃了，都丢失了。今天的社会谁在主持教育？疏忽了教育啊！现在小孩从出生下来到他长成，谁教他？电视在教他，网络在教他，
叫他非常亲切，几乎一分一秒都不空过啊！啊，教学的内容杀道阎王，教这个东西，教人贪嗔痴慢。怎么办？社会乱了，伦常、道德、因果都不相信，人变道。连出生都不如，怎么办？不能没有警觉，没有接触到佛法的，没有听到经教的，他有业障，没有机会，没有缘分，还有少数有缘人有机会听到。听到怎么样？像经文上所讲的，很难接受，很难相信。啊，稍微好一点，半信半疑。不认真修学，这个问题严重。啊，念老的就是注解当中，给我们说出来，是其罪本，到然后乃除，这上半段，是祸，龙王欢喜，方得解脱。净严疏里头说。明太深者，无欲苦事，但五百岁不见三宝，不得修善，用此为苦。以此苦故，虽乐不乐。极乐世界没苦。啊，什么是乐呢？闻法。换一句话说，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，就是四十八愿的加持，通通都加持到啊。所以，只有乐，没有苦。苦的名称都听不到，哪里还有苦事？啊，那不乐，不乐就是没有见到佛，没有听佛讲经说法，有期限的。我们人间五百年。他什么苦？不见佛苦，没有听佛说法苦，除这两样之外，他比什么都快乐。
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一丝苦故，虽乐不乐。不知道乐啊。下面，一即大师说：“但忘甚觉啊，甚乐，列乐为苦。”这也是比喻，甚是殊胜，殊胜的快乐比一般的快乐更快乐。乐跟乐当中比，那就是胜是乐，利是苦，如心上者眼下列定为粗苦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人间跟畜生比，人乐，畜生苦。啊，如果人跟欲界天比，欲界天乐，人苦。欲界跟色界相比，那色界偏乐，欲界偏苦啊。比较上来说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啊，又往昔无量寿经钞里头问。生遍地，为是一心果，为是修善果。啊，生到遍地是什么样的果报？是一心还是修善？我们看他的答。正是修善，不是疑心的。但有疑心所见杂故，令所得苦，不得纯净。这个说得好。那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是疑心苦，疑心。去不了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条件，真心没有坏意，切愿恳切的愿望，加上念佛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苦。但是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入品，三杯九品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在边地，他在宜城。啊，生在这个地方，必须人间五百年，他的宜断了。性生起来了，花开见佛啊，这是在花当中，前面说过花当中的乐超过桃李天我们想想天赋，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，花没有开，想天乐不苦啊，不苦设置为苦，就是因为不能见佛苦，不能闻法苦，
就这两样。啊，若此众生，这个上半段正劝断疑知罪忏悔求除啊，罪本为一本子做本罪，会所里的说，本罪者疑惑罪也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对经典有怀疑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如果有疑，你永远不能开悟。啊，不是我们人间做学问，小疑有小悟，大疑有大悟，不疑就不能开悟。这是实现法，不能说没有道理，在世间它是很有道理，但是在出世间的佛法里头，疑惑的罪太重了，疑惑的人不能往生啊。那他凭什么往生？他还相信因果报应，他能够断恶修善，夹杂着带疑念啊，半信半疑，他真想到极乐世界，真肯念阿弥陀佛，啊，用心不清净，像赌博一样。啊，如果真有，好啊；如果没有，就算了，也不必计较了。带这种妄念，才生到一尘。啊，所以这个本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往昔说得很好，疑佛无知，这是本罪，非舍我也。啊，跟舍我不相干，是你对佛的智慧你不承认，这种人我见过很多，古人不相信，他在经教上下功夫，久而久之才相信，现在人远离经教，不学经教了，那么他这个疑断不掉，他这个疑决定障碍往生，这个很可怕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深自悔者一即法师说，言悔责者，此醒察心，明之为悔。啊，先是反省，察是观察，这才能悔过。啊，责是
可则其迷信也。啊，则被他迷而不觉，是从这里来说的。幕后说得好，他实在是有期限的，500年末，方舍罪悔。妄喜皆为悔则得出，是在500年末尾末后，他觉悟了。家乡书里头有不同的说法，书曰深思悔则，民不必一种，若能回解除，不回必满500岁。这个说法说得很好，说得很有道理。两种人，两种看法，都能讲得通。啊，总而言之，这两桩事情不是好事情。对佛怀疑，同一个怀疑，普遍的不相信，有无师自通的。释迦牟尼佛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成佛之后智慧现前，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不是外来，不是向外学的，这一点我们也要深深地体会。啊，相信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。啊，他老人家求五祖给他印证，五祖告诉你说给我听听。见性了，现什么样子？啊，他只说了20个字：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无足听了之后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了。一波就给他了，肯定真开悟了，不是假的，假的说不出来，真开悟了说出来。这其中第三句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光寿。真成就了，慧能大师如是，诸佛如来也如是。回过头来再看一切众生，没有一个不如是。
问题究竟在哪里？在我们不承认呢，对佛无量智慧怀疑，啊，对自己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德相不相信，我们怎么能跟佛比？怎么能跟菩萨比？不承认呢？障碍了，障碍什么？障碍自己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桩事情从哪里下手？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向张家大师请教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从看破放下下手。烦恼重的人，先放下，后看破；所智障重的人，就是见闻很广的人，知识很丰富的人，他要从看破下手。看破放下都是起步，两种人，烦恼障重一种，另外一种所知障重。啊，所知障就用看破，烦恼障就用放下。大乘佛法从这入门，没想到中国的儒家孔子为代表也从这个入门，用的名词不一样。儒家讲格物致知，格物就是放下，致知就是看破。如跟佛没有见过面呢，为什么说的是一样的？一样的因就有一样的果，那我们晓得孔子证果了，成为圣人；释迦牟尼佛证果了，在印度成为佛陀。印度人讲的佛陀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，中国人讲的圣人就是印度人讲的佛陀。称呼不一样，他们是同一个等级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如果真的知道了，就是看破。看破什么？对于无师自通相信。啊，自己走一条路子，只要真正有决心、有毅力，啊，不回头，不退转，会有成就。啊，年轻的同学，我常常用这个勉励他，他要真干。真干从哪里下手？古大德教导我们，
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是求学的态度。方法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一定要知道，读书不是求知识，要把这书看作是佛经。佛经有没有意思？没有意思。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，留下这么多的经论，这么丰富，称为大藏经。告诉你，任何一本书都没有意思。你要在里面去找意思，那是你的胡思乱想，你的妄想。佛没有意思。啊，开悟了，其义自见。那里头有无量义，有说不完的意思，而且一经通，一切经全通。这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诸佛如来菩萨们走的道路。我们如果走这条路能走得通啊，有几个实验走通了，来告诉我，这两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书念了1000遍，真的开悟了，小悟。他有能力讲，讲得不错。啊，2000遍。大悟，3000遍，大彻大悟。啊，3000遍还没念到大彻大悟，4000遍、5000遍，啊，真有人念过10000遍、20000遍。30000遍的，他能不能讲？我相信他能讲，他讲得比我好，我不如他。我知道这个方法，没有时间去做，没有这个缘分。啊，同学们当中真正走这条路子，我做你的护法，我照顾你，让你万缘放下，一心专注，一门深入，要有人护持，有护法的，有人帮助你。啊，有老师指教，
有同学共修，还要有护法，提供方便，满足你的大愿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帮助一个人，成就一个人，开悟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福报大了，这真实的福报不是假的。谭鸾法师、望西法师，他们认为只要悔罪就能化开，家乡的说法不一样，深思悔责，民不必一种能回就出来了，不必满五百岁。这个说法能说得通，都值得我们做参考。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福报不一样啊，遇到高人指点，遇到有大福德的人帮助你，提供你修行的环境，这两样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得，要懂得给人结善缘，要懂得布施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真干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！这些话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，我真做啊，越做越殊胜。三种：财师的财富，法师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师的健康长寿。因果丝毫不爽，我是过来人，我可以跟大家作证，这三样东西我命中都没有，没有财富，没有学位，没有寿命，啊！今天在此地，这三样东西我都得到了。我得到，我并不改变我的生活环境，我要拿这个来报佛恩，报佛恩怎么去做？报
法。现在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危机，那就是没有传人。我们全心全力栽培传法的人，人才，办汉学院，办宗教学院，目的在此地，这就是极大福德了。后面这句话，积德往以无量寿所，这是花开见佛，见佛你就见到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听经闻法，你有了品位了，花开见佛，好比从七宝监狱里面放出来了。啊，这也就是说，极限500年，不一定到极限，有人2-3年花开，有人5-6年花开，啊，有人100年才花开，果然业因果报不相同啊，不是一定的，啊，这样讲才能讲得通。我们读这些文，最重要的一句话，要真相信，要真干，六道轮回不能住啊，太苦了。看看当前的这社会，这个世界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应该怎样到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麾下，必定断烦恼。真菩提，啊，烦恼断了，大菩提是成佛，得到了，像诸佛如来一样，发愿帮助阿弥陀佛，普度遍法界虚空界，设法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，这就相应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